你看啊，你偶尔去打猎，那个时机很对，你可以帮助动物优生，就是把弱的打掉，让它强的留下来。我们是替动物做好事。你不不不不不，大的也打，小的也打，那就是消灭物种了。所以为什么只能钓鱼不能炸鱼？因为你那个渔网它是有一个空间一个空间，让小的鱼跑出去，够大的我才抓，小的我不抓。这人类是仁慈的，用炸药 bang bang bang， 你小鱼都翻白脸都死了，残酷。那个度很重要，不是说动物不能杀，也不是说动物不能吃，那都是错误的。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要吃素啊，那也是胡说八道。我告诉你，多少人因为吃素而吃出问题来，多少人因为吃荤而吃出问题来。荤跟素都不是问题，人类的牙齿就是荤素都要吃的牙齿，那个度很重要啊，看你本身的状况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人家是好心，但是你把它当成坏意；有时候人家是坏意，你又把它当作好心，那是你自己的判断能力嘛。